告诉你好消息，夏河西先生发新的专辑了，耶！对，我的新的一经在12月19号在台湾跟内地同步在数位上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My Life， 希望大家都喜欢你的歌曲，谢谢。那有机会帮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好嘞。所以来是无影中灯火明灭，起云峰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现在呢，大家都很重视健康，所以路跑是现代人常常参与的活动。但是规划路线的时候呢，请制作单位多加用心，多加小心。出过意外的路段呢，我们能避就避，好吗？嗯。不然，你就看这段影片吧，请看。妈哟！没看到，刚刚地上有个脸啊！好红的那个吗？啊！哎呀！啊，有看到吗？来了！好明显呢。苦しみの顔。まさかここで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人物がその旦那妻の苦しみを訴え続けている。これも。怎么样？拉着我。他在纳清楚的人脸。看起来是不舒服的。嘿呀。怒。他在纳，嘿，对对对。没关系，路跑还是继续跑，但是。带摄影机，大家就会得到很多影片了。马上进行鬼灯奖第一位，由最新出片，然后非常好听，唱跳非常精彩的，哇，销售冠军的夏河西。不要擅自打开幽冥空间。因为我们体育系很常会办一些户外的活动，所以我们可能很常要整班一起出去，所以那时候学长他就告诉我说，他们整班去班友的时候，他们就租了一栋民宿。那一栋民宿大概可以住十几个人，因为十几个人不可能只用一间厕所，因为那时候就只有二楼的厕所是开放的，然后一楼厕所锁着。那后来他们又打给房东，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打给房东，然后打，但房东就是没有接电话。那因为真的太不方便了，所以呢，那时候男生就想说算了，就直接可能就喇叭锁直接用那种十字的就把它撬开了，所以女生就用楼上的厕所，男生就用楼下的厕所。后来我学长他就第一个进去洗澡，然后他就在那边洗，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洗头一定会闭眼睛嘛，后来他就一闭眼睛，然后就是洗一洗，然后他就张开眼睛想说，哎，为什么地上的泡泡会是粉红色的？但还想说，但应该就可能是，就是可能地板没有清洗干净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有一点红红的笔迹或什么没洗干净，那可能就是混到泡泡，他也没有想太多。后来呢，当他们那时候在一楼睡觉的时候，学弟就躺在离厕所最近的那个门旁边。好，然后呢，大概晚上大概3-4点的时候，就听到墙壁有听到很重的东西，就是一直在撞击墙壁，然后是一个非常规律的，就是这样子，嘣，嘣，嘣，然后学弟就觉得怎么会，就是晚上因为大家都睡觉，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在敲墙壁。但是他想说啊，那可能就是因为水管的声音，所以他也没有想太多。隔天他们整天也是玩一整天很累的行程，然后回到那个民宿。然后也是，就是一定都是学长先洗澡嘛，好，学弟第一个学弟进去洗澡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会怎么洗头头都洗不干净，然后地上也还是有红色的泡泡，因为通常那个水大量冲洗过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多的红色的笔迹或什么的。后来他就一回头，就隐隐约约看到一对脚从他背后这样晃这样过去，那他当下他当然就吓坏了，但是他晚上他其实也都不太敢讲。然后第二天晚上也是大家就睡了，也是听到厕所一样的撞击声，就是很规律，然后很用力这样，哐哐哐，然后他们两个就立刻吓醒，都不敢睡。好，结果呢，第三天一大早房东就来了，然后后来房东就看到说，哎，你们为什么把一楼的厕所的门打开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怎么会只开放一间厕所？然后房东也支支吾吾的，就是
就不太敢讲，他就说反正就是一开始就说好就是用一间厕所啦，因为打扫两间厕所可能很麻烦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学生们听了听起来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只用一间厕所。然后第三天他们其实就要回台北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找附近的店家在吃饭，他们也讨论到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也觉得哎怪怪的。然后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店家的老板娘她就听到了，他听到他就问，走过来问说，哎，那你们昨天是住在那个民宿吗？然后他们学生就说，哦，我们就是连住了两个晚上。那老板娘就觉得哇你们胆子很大。那学生听到当然觉得是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他们就说，因为那个民宿一楼的厕所曾经有一个女生，她割完碗之后她要立刻上吊，因为有人说当你是自杀的状态的时候，你的那个灵体会每天在那里重复一样的事情。然后那些男生听到之后就立刻起鸡皮，他觉得这房东就是怎么会没有先讲。所以他们就是学弟看到了跟听到了，就是那个女生她那时候在上吊的时候，她在挣扎的时候，在踹墙壁的声音，就是她在摆荡的时候。那为什么就是洗澡会一直有血，就是粉红色的泡泡，就是因为她是先割完才上吊，所以当他们一直在洗澡的时候，地上一直流粉红色泡泡，就是那个女生的血迹一直在滴，一直在滴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是再也没有再回去那个民宿。来，请坐。好。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个人这个做生意要有良心的。对。那当然了，那他确实也有良心，他把它封起来。对。那你们也不要那么白目。就没有说清楚。其实多去跟街坊邻居聊聊天是好的。真的，不要在住之前啊。对，一去就先去面店什么之类的。先出来，然后再去人家地。老板，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吗？我住那里耶。OK。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你脸色怪怪的 ，No。确定。OK。哇，这个好不？好，今天我们马姐。对，我今天讲到这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在南部有一个地主，那因为他们家的地刚好被都市计划划在旁边，所以他的店面都突然间都变得很有钱，所以他把整栋租给麦当劳，他自己住在第二栋，那他第三栋呢就暂时空着。那因为他哥哥的，他弟弟的小孩，因为当初他们分家产的时候，大家都分了很多钱，可是家产分来了，能不能守得住就要看自己了。那刚好呢，他这个弟弟的儿子呢，常常跑这种去按摩啊，去怎样，他就认识了一个这个，在这个场合也认识一个女生。那这个女生，这个灰驴的公子哥就跟这个女生结婚了。结婚之后，那结婚之后，每天两个人这样玩，这样花钱，是不是财产都给他花光了？那最后呢，看到这个二叔呢，环境还不错，又还有一间店面空在那，他们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打主意说，不然去跟这个二叔说，这个房子可不可以借我们租给我们呐？哈，那我们来开，我们也来开三温暖。我们也来做按摩的这样子，那这个二叔也说好，那就同意把这个租给他。那刚开始这个公子哥跟他太太在这里经营这个按摩院的时候啊，还蛮正当经营，就是按摩院。可是做一阵子之后呢，开始做黑的，对，碎。以前做青的，后来就开始做黑的，碎哦。那开始做黑的以后呢，是不是人来往就复杂了？龙蛇杂举。对，那邻居就不停的检举，就一直去抗议，就跟这个二叔讲说，你一定要叫他搬走了，你这个孙子这样子不行啦，哈。那这个叔叔也没有办法，就跟这个讲说，那你就搬走了，你不要在这里做了啦，哈！你们这样做黑的，我也没有办法对邻居交代啊。警察一天到晚来抓你们，这样你们不觉得很难过吗？那不如你们就搬走好了。那这个太太呢，就跟这个公子哥，但心里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他认为说，你是我叔叔哎，你应该挺我的，怎么会帮着别人来赶我走呢？哈！所以他们搬走的时候就有一点不高兴，就不甘不愿。搬走了之后呢，有一天早上，二叔的太太其实虽然他是地主，虽然不用工作，他每天收那房租就有很多钱了哈。那他的太太因为就是觉得说，他不愿意闲在家里，所以他还是在国中教中文，一个国文老师就对了。有一天早上他去上课的时候，他就早上7点钟起床就去上课，上课到学校的时候，到了下午3点，他就突然大出血这样。然后叫救护车就把他送到医院去，附近的医院去送进去以后，而且检查就说太严重了，他没办法收，一定要赶快送到那种大医院，就把他转到台大去。
转到台大去之后呢，台大在检查的时候就想调他所有的病历，就说他前面他是有几子宫肌瘤的问题，可是这子宫肌瘤的问题呢，比如说他二月份才做过定期检查，现在才三月，怎么可能一个月之间这个恶化成这样？对，本来只是两公分的一个小瘤，怎么可能才这一个月时间，他已经长到这么大一块？因为阴影看起来是这么大一块，你知道？医生就说不能开，因为所有的他说我们找了所有的医生来会诊，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医生说，全世界只有四个这样的病例，台湾是第一个这样的病例，所以他们现在不敢开，还要找到其他的医生来会诊完，做完最后的结论之后才可以开。那因为这个二叔跟陈老师本来就是好朋友，很多年的好朋友，他就突然想，那这样，他就冲去陈老师家，就跟陈老师讲说，我的太太现在这样非常非常紧急，那该怎么办呢？好，陈老师也知道这个事情很紧急，就帮他请那个妈祖娘娘降驾下来看。妈祖娘娘一看就说，你们被下了泰国的幼猫蛊还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个蛊呢是要用一个刚出生的小猫拿它身上的骨头来做法，谁只要跨过这个骨头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而且他那不会很久啊，就是你当天跨过可能立刻就有事。他所以你太太发病的那天早上，你有在你家门口看到什么奇怪的吗？他说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那天突然他就想到要扫地，他就拿了扫把出门，看到门口有一根小的细的骨头，他认为是隔壁麦当劳的人吃鸡翅吃剩的骨头丢在他的门口，所以他根本想也没想就拿扫把把它扫就丢了。可是他太太七点钟出门上班，一定没有想到会那个骨头会有鬼嘛，会有问题嘛，所以他太太就跨过去了，就出去上班，所以中的是他太太。那老师就说，这个妈祖娘说，这个骨头啊，因为他下的这个蛊是要用猫幼猫的骨头，谁跨过都会中，而且不是说第一个人跨过会中啊，第二个人跨过也会中，第三个人跨过也会中，就是跨过这个骨头的人都会中。好毒哦！对，还好这个先生呢，他那天扫，因为他们家扫完了以后，他就倒在他们家门口的垃圾桶里面。那个他们的垃圾桶不会每天清嘛？因为比如说门口的一个就是杂物的垃圾箱，他不会每天清。然后那天事情就发生他太太要送医院的事，所以他都一直很忙，根本就没有去管门口的那些其他事情。那就想到就说，哎呀，应该还在，所以他们就跑去那边，然后就把那根骨头找出来，就妈祖娘娘就用他的，就把这个先解，然后跟这个猫灵沟通，就说要怎样才可以请你走。那他们就谈好的条件，就要让他要渡他嘛，对。好，等到那个时间到，老师就他们就准备了一大堆的东西。那因为在市区不能在他家门口烧啊，对不对？因为他们那边现在闹区，就到郊外都约好在郊外的某某某地方这样。到了那个河边，他们远远就看到快要到那个桥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只猫趴在那个桥上，那个猫就是一只小猫，看起来就不是那种成猫。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旁边就在烧，就在烟雾，明明这样烧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后面嘛，哈，他们就这样烧，就看到那个猫在那个桥上，他们就在这里烧，那烟就很大，那这样一直卷到烧完的时候，烟啊，这样一看，哎，那个猫竟然不见了。猫消失不见，难道诅咒真的解开了？说现在可以开刀了，医院会通知你们哪一天开刀，好，你们就照医生说的哪一天开刀这样。因为之前医生说不开嘛，好，说不能开嘛，后来真的这个法会做完了以后回去，这个二叔就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就说我们现在说主治医生说现在可以开刀了，在哪一天的几点钟开刀。后来呢，开完了以后呢，就说开出这么大一块瘤，通常割出来是一颗圆圆的嘛，哈，瘤大概就是一坨啦，应该是一坨啦。可是那天那个他的太太割出来的时候是一片，
这么大片的那个像肉片，像猪肝这样子，你知道吗？一大片哈，就给他看，然后说你看你太太割出来是这个东西，那我们还要去化验，至于是什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没办法告诉你，等我们化验完有结果再说，再跟你说这样。回到家以后呢，就大家都觉得没事了嘛，对不对？那妈祖娘娘觉得她太太平安回家就好了，就也没有，陈老师也没有再多关注这件事情，就在家休养嘛。就没想到她在家休养一个月之后，怎么这个太太啊，虽然身体是好了，可是整个人是拱形的，就整个人每天都这样，哦，没有精神，然后也不太吃东西，然后好像是魂不在的，你知道吗？那现在又觉得毛毛的很奇怪，就又打给陈老师，陈老师就说，哦，怎么会这样？哦，是这样哦，那又去请问妈祖娘娘说，到底怎么回事？这样为什么这个太太哈还这样？老师就说，哦，妈祖娘娘说，这个人还没有放过你们呐，下这个幼猫蛊的这个人还没有放过你们，他下了第一次蛊之后，发现竟然你们可以活，他又做了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现在是他的太太最弱嘛，因为他刚大病初愈嘛，所以他又帮他下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样什么什么符什么蛊之类，就是锁住了他的魂，所以他每天是拱形没有魂的，就是没有神的。然后妈祖娘娘这一次才跟他讲说，这个是你们亲近的人才可以做这样的事，好，那你要你自己想一想要怎样去，当然我们可以就是妈祖娘娘可以帮助你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可是如果人这个如果这个人的心结可能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化解了啦。那当他妈祖娘娘还是在帮他处理这个事情嘛。有一天呢，陈老师本来在他们家后面在跟人家聊天，那他的孙女才3岁哦，就突然冲进来说，阿嬷阿嬷，那个妈祖娘娘叫你跟她去打麻将了。陈老师说，孩子卖跟他人卖恭维，下面妈祖娘娘叫我去打麻将，因为他说对啊，妈祖娘娘提了一个方盒子回来啊，那就是装麻将的盒子嘛，她一定是要来找你打麻将。后来老师就赶快冲去前面看，妈祖娘娘就说，啊，提回来了，把她的魂拿回来了，其实她的魂被锁在一个方方的盒子里面，不知道他们那个是怎么的，怎么是怎样，反正妈祖娘娘就提一个方盒子把她的魂拿回来，就约这个二叔跟他的太太哪一天过来，老师就帮他做一个仪式，把魂打开，让安回去，安回去，把他的魂安回去就对了。后来这个太太就好了嘛，好了以后他们才去找，就是好了以后就再去找这个不孝子，不孝子跟那个公子哥，就是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讲，然后就意思说他们也知道了啦哈，那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就算了啦哈，就这样化解化解，就这样不要再弄了就对了。那老师说，那个妈祖娘娘说，他们那个幼猫蛊啊，在做的时候，其实对方不知道有跟他说还是没跟他说，会下这个蛊的人，他一定会有自己要付出代价啦，而且如果他又再做了第二次，他一定会有后面的报应，不好的事情发生。果真，嘿，到了这个事情过后的第二年，这个太太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就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大概到1岁多一点，就是还是小 baby 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她就发烧了，发烧了之后就说昏迷了，然后就送到医院去，医生就宣布脑死，一个礼拜这个小孩就走了。其实就是那个猫是一定要。一定要换，一定要换的，因为那个小猫是他拿一只活的小猫来把人家弄死，拿着骨头出来练的，所以这个是要换的，因为他那个怨念会很深很深，会很凶。对，所以刚刚马姐说的很对，就是当你要做坏事，相对的你同样付出报应。对，对不对？就等于跟魔鬼在交易。对对，真的，千万不要这样做。来，欢迎陈子璇。窗外衣服是谁的？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高中因为是打工族，所以就是在暑假的时候都有旅游展啊那些的，然后那时候一群女生这样3个人就一起到东南亚的国家去玩，然后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是晚上，整理好行李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女生朋友就说她想要来讲鬼故事。真无聊，有什么可是其实也还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状况或什么的，
大概聊到一半的时候，其中一个女生朋友就说她要去买东西吃，然后他们另外两个人就一起到市区去买东西，就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想说要做一些功课啊，就是明天要去哪里玩什么什么，做一些资料这样子，也很正常。我就开电视，大概过了也没有很久，我就听到有人敲门，这样叩叩叩，我想说。怎么了吗？你们不是有带房卡吗？为什么不自己开门，还需要敲门？是故意要吓我是不是？所以我就也没有想太多，我就去那个门那边，不是有小洞就可以看到外面，不是我朋友，是一个女的，可是她看起来很正常，就是人模人样，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把门打开，然后她就是头发到这边吧，很正常哦，没有什么表情。他就是这样，你朋友叫我把吃的拿给你，他没有表情。然后我想说，我朋友叫你把吃的拿给我，那为什么他不自己拿给我？可是当我想要问他的时候，他用很快的速度就离开，就是离开那个转角，走得非常快。所以我想说，可能是我朋友在外面认识的朋友，请他拿给我。我就自己帮我自己解释，然后没有想太多，就把那个食物就放到桌上，就继续看电视，然后就做资料。没有多久，我朋友就回来了，我就问他们说啊，你们干嘛不自己拿回来，还请一个女生把这袋食物拿回来给我？然后他们就讲说没有啊，他们没有叫任何人拿东西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有点毛毛的，我就想说我该不会遇见阿飘了吧？就我一个人遇见阿飘。但是我朋友一直说是不是我要吓他们，一定是我要故意整他们。我说真的，刚刚真的有一个女生说你们要把东西拿给我，就在那个桌上。结果我们三个一转头，桌上没有东西。我们忽然感觉到有冷风这样咻就吹过来，然后我们那时候三个人瞬间尖叫。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朋友就比较大胆，他就说一定是有人窗户没关好，然后就叫我去关窗户，我就把窗帘拉开。窗帘拉开，哎，窗户是关的，所以。风从哪里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害怕了，但是我也没有想太多，只有看见说打开窗户，然后外面有一棵树，然后树上面挂了一件衣服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看那件衣服，就开始大笑，哈，楼上人好白痴，衣服掉下来还不知道怎么晒衣服的什么，就开始笑那件衣服，笑笑笑笑完之后就没事，就想说哦，可能是冷气的关系，所以刚刚才有冷风，我们就没有想太多，然后就去睡觉，然后那个晚上。也睡得非常好，也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就天亮，我们就去一整天的行程，就去玩啊，干嘛就很开心。然后隔天的晚上，一样大概也是9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回到饭店，然后大家就各自整理行李，各自整理东西，我就先去洗澡。可是当我用手碰到我刚刚开水龙头放的水的时候，我摸到那个水，我发现那个水是冰的，可是我刚刚明明开就是热水。我那时候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我想的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因为厕所嘛，我就隐约听到有女生在啜泣的声音，就是这样，然后而且又是有回音的，所以就看就很恐怖。然后我瞬间就尖叫，然后浴巾拿了，然后就冲出去，就跟我朋友说，对。边跑边叫说鬼啊，我遇见鬼了，我刚刚听到厕所有一个女生在哭，然后我朋友是被我这个反应然后吓到，然后三个女生就一起尖叫，一直叫，然后我们就觉得房间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是不是窗户又没有关好，去把窗户关好，因为我们真的都吓到，结果我们就一样把窗帘拉开，昨天不是说有一棵外面有一棵树，然后上面就是挂了一件衣服吗？我们打开窗帘的那一刹那，那一棵树上面是挂的那件衣服没有错，可是有一个女生她的头掉在那件衣服上，而且她还对我们微笑，招手。重点是那个女生就是昨天送东西给你吃那个，送东西给我吃的那个女生，就是那个挂掉了，我把东西拿完了你的那个，毁了你的那个女生，然后我们就。浴巾穿拉着，也没有想太多，什么东西都没带，门打开就往外冲，在走廊上边跑边尖叫，三个女生一直叫叫叫，叫到那个服务生跑过来，我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一五一十把发生的刚刚昨天到今天到看到那个掉在树上那个女生的事情告诉她之后，她才跟我们说，之前这个房间啊，就是有一个少女跟她男朋友吵架，然后可能发现她男朋友有小三，所以就爬出去用衣服当作绳子就吊死在那边。所以我们昨天就是住到一间死过人的房间，凶宅。对，但后来他们知道我们看到之后，就帮我们换了一间比较好的，比较好的总统套房。就只有看到衣服，没有看到头的。最近不要怕，他不会送东西给你吃，请投票。觉得陈姐讲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哎，过关，来。问号，今天有三张的观众投书，请教小娜老师的。第一张是去 KTV 角落有一个惊讶状的半身女，在这里。真的，请去唱歌的好朋友们不要怕。她其实不是，她看起来很像啦，但是她其实不是。她这个应该是后面反射的东西。或者是反射的人影，它并没有是很实际的灵体存在的，有点像是电视反射嘛。刚好某一首歌曲，因为看起来那个女的好像是化妆过、打扮过的样子。对对对，不是脸色苍白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它跟一般路线不太一样。对对对，所以不用担心。好，这一张不要害怕。第二张。但第二张，许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这是带小朋友去河边或溪边玩的时候，在水的纹路上，他们说拍到一张人脸，两个对称的眼睛，然后上面一个，看到，这样看，两个对称的眼睛哦，你看这边，对对对，有没有 ？OK， 看起来好明显啊，我们自己，他那个眼睛对称的很像，所以他不像是。比如说透过水波纹下面去拍到河底下面的东西，它是不像，而且好像游到他的腿中间的，好大，对啊，所以其实有一些父母啊，你们带年龄过小的，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到郊外或是到溪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因为淋太干净、太轻、太单纯、太轻了，所以他们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另外一个空间，就跟狗狗猫猫一样，他们会容易去 touch 到，但是这个时候不用太紧张，可是你一定要密切观察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是从这一天你去玩完之后，他有一些改变，他突然莫名的哭闹或莫名的发烧感冒，有些妈妈会误判，会觉得说哦，可能会不会是今天去玩水所以感冒了，但是有可能说你一直去反复照顾他的时候，他的那个症状是没有减轻下来的，这个就需要注意的。那要去找人收精吗？还是建议要？对啊，找师傅啊，找师傅去收精。问清楚啦，要麒麟公。对对对，麒麟公有没有？第三张应该很好认得吧？哦，有一个小孩子在荡秋千。啊，有个透明的。哦，没有头啊。而且他没有上半身。没有上半身。没有头。黑色的衣服吧？好可怕。嗯。所以其实呢，这张照片证明了，不管在哪一个世界、哪一个空间，我们其实都是共处在一个生活空间里。哦，他有头，他有头，他头在前面一点，他往前，他有点，但是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具象的。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包括现在在摄影棚里面也一样。我不会吓你，不要怕。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只要你察觉到有不太正常的状况，或者是突兀的状况，会让你受血光之灾。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因为在外面比较容易接触到，或者是摄影棚。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惧怕，因为它跟我们都一样，都同样在使用这个空间。把我头发还来。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花莲的故事。那也是我搬去花莲那么久的时间，听到当地朋友跟我讲的。他在讲说，大概有一个学校，
因为下课一下课，你知道学生很多嘛，大家都要冲去上厕所，然后大家就大排长龙。可是因为学校只有开放两间，所以有很多学生已经上课钟响了，他要上课都没有办法上课，说就是没有办法尿尿，所以他们就回家跟父母亲讲，然后跟学校反映说，为什么厕所就开放两间，我们都每天都要尿裤子了，然后。经过长久他们的抗议之后，校方就说好，那就再开放一间好了。可是这一间厕所就发生事情了，然后隔天，然后好几个学生去上厕所，然后就在上厕所当中，就有一个女孩子，她正在上的时候，她就想说，哎，奇怪，为什么听到外面有两个女孩子在吵架的声音？然后她的内容就讲说，哎，你很丑哎，头发又短，然后又卷。又是二妈生的，然后那个女生就不甘心说，怎么样，你留长头发就了不起吗？然后两个就开始扭打起来，然后在厕所里面上厕所那个学生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为了这个事情在吵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拿出正义感，他就开门出去说，哎，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吵。就一开门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怎么没有人啊？可是我刚刚听到的，可是就在我面前啊，突然就来了一阵风，从外面吹进来，就差点把他吹跌倒了这样。然后其他的女学生，她没有听到这个事情，可是又走出去，她就看到原来的那个女生说：“哎，你到底怎么了？你的头发怎么会这样子？”她说：“我的头发怎么了？”她就走到洗手台去看，她就看到她的头发这样一撮一撮一撮掉下来。就想说，我的头发怎么像狗啃的一样，就变短头发了。然后就回到教室，就跟老师讲说，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就想说，是不是这个女学生大概心情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心里有疾病啊，或压力？就是自己剪头发，她自己也搞不清楚。然后也有曾经就是说，老师在讨论当中说，是不是因为男生恶作剧？那有的女生就比较含蓄，就不敢讲这样子。那老师就开会就决定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巡逻好了，为了大家的安全。好，那刚好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女老师，然后她也参加这个巡逻的当中。那天那个老师要正要去上课的时候，快要走到教室又经过厕所，她就想说，奇怪，快要上课了，为什么听到有吵架的声音这样？然后她就走到厕所去，一样。他就看到说，哎，没有人啊，可是为什么我听到有吵架的声音？他就想说，会不会在每一间厕所里面？他就走进去，哎，一间一间看，没有啊。可是我刚刚应该是没有听错。正当他要回教室上课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洗手台上面怎么一堆的头发，然后看到那个下水道就一滩的血，可是那个血迹看到好像大概就是大概好几年前就已经是干掉了。然后他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他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地上的头发和干掉的血渍让朋友恍然大悟，这其中还有什么恐怖的秘辛呢？快跑去跟校方讲，校方就赶快把他封起来，就不给用这样子。后来因为这个女生，她就开始回到家就开始生病，然后她曾经她就想到她小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她因为她的姐姐骂她说你是二妈生的，然后头发又丑又短，姐姐一直常常欺负她，然后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就骂说，姐姐你有一头很长的头发，他就要报复，他就拿剪刀把他头发给剪掉。从此他姐姐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跳楼自杀。那没想到这个老师回到他原来的小时候教书的地方，发生事情的地方这样子。哦，就是那个女人哦，就是那个小对，因为曾经发生这样子案件的时候，他们就搬离开那个地方，大概20几年了。哦，剪头发。那他没有想到，他20年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学校。那个女老师是那个妹妹。妹妹是剪头发的妹妹。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跟着他。
然后所以就是说王者他会常常就会留在原地，让这个事情一直重复的发生。声音歪歪掉，哎，我声音也没出，哎，你听懂没有？来，所以已经讲了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哎呀，来，请换位置。我在往黄泉的路上。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讲的事情呢，是一个发生在我一个前辈的身上，这是亲身的事情。当年呢，也是一个轰动当时的一个社会事件。那时候呢，歹徒把他三个歹徒把他绑架到山头去，准备撕票。之前呢，也先剁掉他一根小手指头指节，寄给他的家人，告知他们说肉票的确在他们身上。但是不管有没有拿到钱，歹徒已经决定要把他撕票。那我这个朋友呢，这个前辈呢，他也很清楚。他上了山之后呢，就心里想，能拖延一时就拖延一时。他就跟那个歹徒讲说：“说我知道你要把我做掉，带我到山头来，好歹也让我吃饱，哦，要不要做个饿死鬼？”那歹徒想一想也是了，哈，也不要让他阴魂不散一直跟着他。三个歹徒其中有一个就下了山去买吃的，这一下去就吓到了，不得了，从来没有看过市区有这么多警察。因为我这个前辈其实是个还蛮重要的政治人物啊。所以当时动用了很多很多的警力，那这个歹徒当时就下了决定，他不管怎么他也不敢上山了。那当时还没有手机，他就用传那个 BB 扣啊，有个代码，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叫另外两个歹徒赶快跑掉了。所以当时他就偷渡跑掉。那另外两个在山上，其中有一个就交代另外一个说，我们赶快溜吧。他反正把这个人丢到山上人烟罕至的地方，迟早饿死，所以也跑掉。就后来。我那个朋友呢，那是秋冬之际了，那时候山上真的到了半夜的时候，山头是非常寒冷。三天下来哦，就算他不活活饿死，要被活活冻死。到了第三天，哎，说也奇怪，他在那个也不晓得是昏睡当中，还是快虚弱快死的状况下，被人家敲，一个排排就叫有人叫他，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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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慢慢醒过来，那三天他已经慢慢把那个布幕好像慢慢磨蹭，已经，所以他看得到是谁，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把他叫醒，说：“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样子，哇，看有人来救他，非常高兴，还跟他讲他的这个他被绑架到这里这样。那那个女孩子就把他五花大绑绳索打开啊，把他扶起来，把他救出去，他很高兴，要跟他讲说很感谢他，会重重的酬谢。那他走着走着呢，他越想越不对，哎。那救他应该是往山下走，怎么一直往山上走这样？那想着想着，半夜怎么会有个女孩子，而且还蛮有力气的，把他这样扛着走，七八十公斤的大汉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也看到前方不远处啊，有一个小女生穿着红色的衣服，一直对着他这样对他这样一直摇头这样。所以他越来越觉得奇怪，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半夜在山上已经够奇怪，还看那个小女生在山上跟他摇头，他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小姐，我真的走不动。”你可以让我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走。然后那个小姐就把他扶着，所以旁边有个山头，就把山洞就把他扶进去，说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这个女生呢，其实也是很聪明人，大概也看出我这个前辈呢发觉不对劲，就跟他说：“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好了，他说其实我不是普通人，我是在这里修炼700年的神仙，我是仙。那因为你是个福德很根基很深厚的。”我希望呢，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共修啊，就不要回去那五浊恶世去了，这样。所以他就骗那个所谓的仙，跟他讲说好，他就答应他，就说可是我真的好几天三天没有吃饭了，你可不可以弄点食物让我补下元补下这个气力这样？那女生就很高兴说好，没问题。他就说你在那边等我一下，我去摘一些果子上来。他就离开之后，那朋友也很冷静的听到他走远了。他记得他进那个山洞之后，旁边有一个地方有个蛮陡峭的一个，也不算山崖，就陡峭的一个，死命的往外面冲，就算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走着走着呢，他发现说，在前方啊有三个人，在那边啊弄一个，在那边吃一些那个空的那个寒脊，吃的是津津有味，当然他也非常非常饥饿。然后呢，就在他们的手比一般人要大，在挖那个空的那个寒脊那个土要挖出来。他心想那个温度也是相当高，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正常人？他知道他大概也是碰到不是人了嘛，哈。可是真的，你知道，三四天没有吃东西，真的快饿饿
快饿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慢慢回头，就拿了一个韩吉给番薯给他，就很好心的给他吃这样。哇，那时候真的是他心想，就算哪怕那个是什么什么，他也要把它吃下去了，不然真的太饿了。他就往前冲的时候，拿起那韩吉要吃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就听到一个石头这样丢下，丢那个拿给他的那个人吧哈，那三个人就吓了一跳，就发觉说那边就那个小女孩穿红衣小女孩又出现了，又拿一个石头往那边砸过去，那三个就忽然唰就这样一阵黑烟就跑掉了，应该是属于三妹之类的，反正他现在就蛮清楚那个小女生在来帮他。这时候他定眼一看，哇，那哪是什么寒气，根本就是一个干扁掉的一个死老鼠的皮还扁掉的。那时候他就马上就想要跟着那个小女生赶快往前跑，看能不能离开那个。一连串的离奇经，离开那个不太正经、不太正常的地方，往这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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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没有找到那个小女生，可是他又跑回，他就让他跑回到原来他被绑架的那个地方，那个山，那个角落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呢，他发觉说，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巴士，听到巴士车慢慢开过来。他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巴士车停下来之后，陆陆续续下来一些老太太、老先生这样子，拿着板凳就坐下来，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那巴士旁边看一个很大的大幕，上面放的电影，那个就很像那个我们那种有没有？那个庙里头谢神会播那个电影，那这些老太太，对对对，电影院，对，户外电影院那种。那这个时候呢，有个老太太呢，就转头看着他家过来，坐在他旁边那个空出来一个板凳上。其实那个时候人啊，怎么讲，就在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大概理解说自己命也已该绝，他就慢慢的走过去，他直觉的往后看了一下，他发觉说其实他的身体还是在原来被绑的地方，手跟脚都根本绑得死死的，所以他这个一所有的经验该属于灵魂出窍，已经受了很多的考验，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种他说其中当时也没有，已经不再恐惧死亡了，已经明白说自己这是所谓的黄泉路上，他就要准备坐过去了。就在这那一念之间的时候，那个小女生旁边有一个，他形容是说那个，就说有一个拿着拐杖一个老婆婆，就是那个小女生牵着那个老婆婆过来，那个手扶拐杖那个老婆婆满脸，她说没有看过脸这么多皱纹的，眼睛都快看不到了，满脸的皱纹，老婆婆就看着她，然后呢就眼睛很有威严的看着她，似乎叫她不要过去，回来，你回来这样。所以就她在当下呢，她就生出了一点点的一个想要生存下去的一个心，她就没有走过去，就让那个巴士离开，她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等到他回神的时候呢，他是被一些异景弄醒了，把他给那个，你们看过那个急救，就是盖毛毯啊，然后给他喝一点微微的水啊，把他给送下山去。好，这件事情呢还有弹书了，就是我简单的讲，就是两年之内呢，那三个歹徒的确也被台湾被遣送回国，回到台湾，哦，都有被抓起来了。若干年后之后呢，这位政治人物后来又回到那个山头剪彩，因为那旁边有一个大庙，看到庙新盖建的时候，拿着香要拜那个主神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主神呢嚎啕大哭，那个主神就是当时他看到那个老婆婆的那个像，那个神像就是那个老婆婆旁边那个童子，就是那个红衣小女。所以台湾山上还是不少的哦，修炼的神仙啊，对，其实还是有，而且这应该也是相关于说你的这个前辈，他有累世，他有做福报，有都是传承下来的，所以其实都要做善事，不要因为我要还什么东西才要去做这件善事，对，他其实是可以累积传承给你的子孙的。来，觉得这个故事啊，豪哥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OK， 过关颁奖。不要，不要，我不用坐那里了。来，今天授予奖非常特别哦。是。
北海之男子汉。我每次看到这礼物，我都觉得很好笑。黄飘帅气眼镜，好不好？这个厉害了，我跟你讲，这不是随便乱仿飘的。哇哦！仿飘怎么飘？要降。这样就嗨了。我觉得你们节目好棒哦，每次都找到特别的礼物。这不是仿飘，这什么都仿了嘛。对对对，你半夜在身上带这个，人家看到你也跑。我来取笑纳。好了，我们总是要告诉一些这个跟人家讲故事呢，其实我们真的目的是警示。就是希望世人呢知道呢这些事情不能做啊，要好好的多做善事，不要做恶事，因为做恶事一定会有报应。对，真的。好，今天谢谢大家。凶宅白骨精的怨念，没办法把它打开。你们两具白骨，哎呦，那个也流着两行的血泪。他看着那个老太太，结果呢，他的耳朵旁边传。